TVB 台庆节目《万千星辉》贺台庆星期日晚直播，福禄寿王祖蓝、李思捷、阮兆祥又再扮鬼扮马，表演中年福禄寿环节。李思捷扮完美国总统拜登之后，王祖蓝竟然戴上黑色粗框眼镜，加上凌乱的头发，扮演今年香港娱乐圈话题人物林作，仲揾嚟群姐许思敏同埋细细粒陈嘉佳出场。佢将改编陈奕迅嘅最佳选友做最佳女友，大唱林作同埋裕美嘅花边新闻。唔少网民见到好耐冇喺 TVB 露面嘅细细粒身穿黑色贴身连身短裙出场，都发现佢似乎身材比起往日苗条咗唔少，明显减咗至少2码，睇嚟真係修身成功啊！